找到了真命天子的公主，就这样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可惜只有三天，她就被劈腿了。哎，有客人，让师傅秀个几手。小姐，跟你郑重的介绍最新的产品 ——i 锅铲，它可以拿来炒房子、炒地皮、炒股票、炒鱿鱼，还可以拿来炒热气氛。这么棒的产品，要不要考虑一下买一组啊？没钱。是你逼我放大决的，买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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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买。耶！哎，小姐，为什么买了我推销的产品，还这样愁眉苦脸的？快说，你一定有什么心事？我被我男朋友抛弃了。啊，没关系啊，你看那边就有两位好徒弟啊。可是两个看起来都好好，我该怎么办？没问题，这时候只要做个男人男友大评鉴，再让你选一个你喜欢的、啊。我要开始问咯，你们大吗？我说肚子。你们长吗？我说鼻毛。那你们大学时有被恶意过吗？你确定？有用脸盆装过男一的夜点吗？你也太恶心了吧！我要问最后一题喽。如果我在女人女友大评鉴里面得到了零元的美环，你们还会爱我吗？哎，别急别急，让我们公布分数先。哎，这是你的，这是你的。让我们来看看第一位参赛者，再来5566块钱的566。那我们来看第二位参赛者，零元的男人总值。零元，而且还是男夜总招，什么烂东西啊！美女，你还是跟我在一起吧。哎，等一下，不算，这男人男友大评鉴能当饭吃吗？我不管，我要加分题。加就加，谁怕你？只怕你加了分，还不一定赢得了我嘞。好啊，那我就来卖这个当加分题。这不是一般的手电筒吗？错，这不是普通的手电筒，这是不需要电池的太阳能手电筒，只要有光，它就会亮。那如果没有光，绝对不会亮。那如果我晚上要用，要怎么办？问得好，关灯，只要拿另外一个手电筒照它，它就会亮了。那如果没有另外一只手电筒，哎，那就绝对不会亮哦。烂死了！你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美女，你还是跟我在一起吧。你好有创意哦，来，我们在一起吧。哎，我好歹收你、教你、教了这么多年了，你竟然输给一个阿萨布鲁的什么太阳能手电筒哦！拜托，哎，我带你去看更有创意的。
行宇宙的银河列车，我是本列车最美丽、最动人、最性感的车长小姐，黑洞、耳坑、black hole。本列车禁止追逐、嬉戏、携带危险物品，或是行猥亵之事。感谢各位旅客今日的搭乘，祝您有愉快的一天。哎，双子星，你们怎么这么慢才来啊？哎，对吼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出门啊？害我的手被门给夹到了，好痛啊！哎，不对啊，不知道是谁出门前还跑去苏睫毛。是有那么长吗？梳到梳子都断了。哎呦，没关系啦，有到上车就好啦。谁在讲话？没有啦，你听错了啦。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冥王星总是被大家忽略？现在我的九大行星都不是了。咦，二点钟方向有一个正妹向右前方滑行。小姐，请问你愿意让我划过你爱情的天空吗？好啊。哦，你美丽的双眸、性感的双唇，还有这刺刺的胡子啊，黑檀的胸部、啊，不要，不要。一旦你要了我们，我也是你的了。要了一个我，还有千千万万个我。老兄，你们把到才是的，轰起了。轰！各位旅客，验票，验票了。统统不准动，把手举起来。你是谁？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，我是本质发烧星陈静心，拍手啊！上礼拜我含辛茹苦养大的小强，就是被这班列车给撞死。小强，我抚养你18年。却是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小强，没关系，撞死你的列车，我一辆都不放过。违禁品，细心大方。我渣男，你居然敢！哇，多强悍又美丽的女性，她的洞又黑又深，哦，真是太性感了！呀呀呀呀！还有人要验票吗？我要验票！真的没有了吼？为什么都不用我的票？哎，星爷，你有进步哎，进步了59分，终于啊，60分，及格啦！哈哈哈！幸好这次我挂错卡，我包龙星，整个龙星大悦，这就带你们两个出去玩。谢星爷，要不要骑着我的宝贝哈雷一起去环游宇宙啊？哇，谁要骑你的烂扫把？蓝扫把，蓝扫把，火鸟。对了，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。什么？又不及格，都是你啦！昨天代替填充，上句床前明月光，下句当然是一波多穿。
会有人连作弊都做到不及格啦？哈，作弊，我们就叫心电感应。我们两个智商加起来180，考试成绩加起来竟然只有100分。哈哈哈，也太烂了吧！你们两个考的加起来，也只有我多益的分数一样高而已啊。等一下啦！干嘛？我们现在身上1毛钱都没有了，是要怎么回家啊？没关系，听说啊，那个包容心啊、很疼。那我们去跟他拿一点。哎，星爷啊，星爷啊！哇，你这龙探就跟马勒隔壁的塔尼玛一样的雄壮威武啊！星爷，星爷。你的肤色就跟松露巧克力一样浓醇香哎！那当然啦、啊，这位啊可是上至北斗七星，下至天下父母心，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包容心，星野大人呐、啊！哎，是说星野、啊，我们最近的手头有点紧哎，是不是可以借点零头来花花、啊？这些零头。拿去砸屁股！谢星爷，穷酸，穷苦。哎，有一只扫把哎！剪完了吗？哎，过了，过了，好，还你。讲过多少次了，不要每次都这样乱撒钱啦。就算你很有钱，有很多东西，用钱是买不着的。哎，星爷，星爷，车来了，车来了啦，快点！对了，刚刚那件事哈，那个各位旅客验票验票喽，头头不准动，这次我要为我们家的兄妹报仇。不是早就跟你说过车上不可以携带危险物品了吗？这是汤匙，不是危险。谁说汤匙不是危险物品？我打，我打，我打。黑洞不发威，你当我脑洞啊？好啊，你拿了我一只汤匙啊，那我还有千千万万只汤匙啊！什么千千万万根？我让你连一根都拿不出来，行行大发！啊！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有点脚软，吼，又被打断了。刚刚我要说的是，这次旅行完我就要离开了。真的吗？为什么你现在才说呢？你和我家星爷一直不都是好妈鸡吗？为什么你现在居然要离开我家星爷？我是彗星。我有我的周期，这次旅行完我就要去进行我的下一个周期。这样我家星爷以后一个人怎么办？星爷，星爷。哦，什么周期啊？你一个月来一次哦。从小到大，大家接近我都是觊觎我的钱。如今我唯一真心的朋友就要去进行他的周期了，去他的周期。如果时间可以停在这一天，希望他可以留下来，
不要走！哎，你赶快走吧你！我跟你走啊！走你老母！你走了以后，谁帮我包尿布、擦屁股啊？啊，是是，我是星爷家的人造卫星，不是星爷是我的命运。好了啦，让我们开开心心的享受这次旅行吧。一分八速铁路便当。哎，过来过来，去买一个最高等的便当。哦，我的字不小心掉了，快去啊！快啊！盖子，盖子，筷子啊，婊子！我靠，这个芝麻也太多了吧！哦，这是什么来着？身体有点软，这个饭。星爷，星爷，这次你有进步哎，进步了59分，终于啊60分及格了，哈哈哈！幸好真是我画错卡。包龙心，整个龙心大悦，这就带你们两个出去玩。谢星爷，要不要骑着我的宝贝哈雷一起去环游宇宙啊？哎，你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。男友之夜表演的好精彩哦！对啊对啊，那个创意剧真美真的哦，看得我都心痒痒，想要带出场。过来过来，那个，不要，其他包起来。是是，星爷的眼光真是好的没话说。哇，你挺会演的嘛，怎么不去演创意剧啊？踹你一下。哎，慧心你怎么了？难道你们不知道慧心他有一定的周期，时间到了他必须走了，你们这样把他强留在身边，只会让他生命一点一点的消失。你不要走。哎，可心，哦，你很慢呢。好吗？不要生气嘛，好不好？上次的自转比赛啊，我的自转速度突破宇宙纪录哎！真的，我就知道我的金星最棒。看你自转的样子，总是让我心旷神怡。嘿，我跟你说，下礼拜我们的社团有一个很棒的天庭。天庭？对啊。就是那个天空星体探测仪啊！哦，你早说嘛！里面有很好妈的，要是我去的话，一定会进步很多。可是我们的……哎，那我们的3周年纪念日呢？对啊，我就是要跟……为什么你每次都这样？我怎么了？
上礼拜我们两周年又353天纪念日，你有来吗？那时我在练习我的自抓比赛。够了，我不想听。你连话都没有听我说完吗？既然今天对你一点都不重要，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。你这不可理喻的火星人！一年不见了，至于他还会愿意走向鹊桥的这边吗？一年不见了，牛郎他还会愿意收下我织入思念的围巾吗？一年我们只能在七夕相见一次。各位旅客，验票，验票喽！通通不准动，把手举起来。牛牛人家好怕哦！不要怕，我保护你。你还没被我吸够吗？不，从我第一眼看见你开始，我的心就被你给吸走了。这是我的菊花，它代表我对你的爱。看来又到了处理垃圾的时间了，洗心大发，好幸福、哦。还有人要验票吗？我要验票。没有人了哈？为什么？感情在开花结果以前
总是让人受尽了煎熬啊！要不要买个便当，让你度过所有的困难？早上说晚上要炒饭，我就不累啦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被选上代表银河系参加宇宙级的自转比赛耶。什么？我一直以为结了婚之后你应该要辞掉工作专心在家带小孩啊。为什么？我有我自己的梦想要追求啊！结了婚之后，哪里还有梦想啊？你根本不懂梦想对我的重要。如果你要追求你所谓的梦想，当初就不应该跟我在一起的。我现在就后悔了。我竟然以为结婚就能解决一切问题。有，如果两个人个性不合，勉强在一起，时间越久，两人之间的裂缝只会越来越深。还有几十亿年的寿命，过一万年后再去看他也没差啦。我来接，我来接。喂，妈妈，是一个叫医院的人打来的，他说太阳眼鱼的头被后羿射到了。什么？喂，好，好，是，谢谢。哎、欸，爸有没有怎样啊？医生说已经没有大碍了，但是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我们还是马上去医院看看爸爸。啊，安娜，我爸是太阳哎，他以前啊一个人就打跑了十颗陨石，现在只不过是一根箭插在头上，死不了啦。可是爸爸，我们好久没有去看爷爷了，我们去看爷爷吗？好啦，要走就走啦。爸，我们来看你了，还好吗？小星星，赶快叫爷爷啊！爷爷。喂，小星星。爸，你的伤有没有好一点啊？
啊，安娜，跟你讲过多少次了，你爸我是狠心，不会抱着老鼠。好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，我出去谈公事哦。哎，月亮，帮爸办一下住院手续吧。爷爷，我们来跨年夜。跟你说，爷爷在年轻的时候可是非常的厉害，现在老了只能给人家灌肠啊。爷爷，这就叫夕阳西下，灌肠人在天涯。哎呀，很久很久以前，很久很久以前，很久很久以前。爷爷，你快点讲啦！好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在啊，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叫花富的人，他最大的愿望。就是要追到爷爷，爷爷就一直跑，一直跑，最后终于把他给甩掉了，甩得远远的。哦，爷爷，那个人好变态哦，他会不会有一天也来追小星星呢？哎，小星星，别怕。爷爷会一直在你身边保护着你的。来，让爷爷继续讲给你听。好恐怖哦，他会不会有一天也来追地球啊？地球别怕，爸爸会一直在你身边保护着你的。好啦，时间不早了，地球该睡觉咯。那爸爸唱你的主题曲给我听。好，爸爸唱给你听。You are my sunshine, my only sunshine。小星星，爷爷今天有点累了，剩下的部分爷爷下次再讲给你听，好不好？哦，好吧。那爷爷，你睡醒之后要讲给小星星听哦。好。那爷爷，我现在唱你的主题曲给你听。好。You are my sunshine, my only sunshine。喂，爸爸的公事全部推掉。对，全部。爸，我推掉我全部公事，下礼拜。爸，我研发已久的特制便当。终于诞生了，只要把字加到便当里，就可以摆脱时间的魔掌了。哦，听起来真有趣。只要吃了我的便当，就可以在时空中任意穿梭呀！救啊！救啊！哟，这是二十一世纪以来第
21个想要改变时间的笨蛋。时间我对大家都是公平的，我分给每个人一年12个月365天8760小时525,600,000,353,156,000秒，不多也不少。我的便当可以让人拥抱所有的幸福与美好，把时间狠狠地砸在脚下。啊，不就好痛？我可以拯救整个宇宙的不幸啊！我看整个宇宙都救不了你。时间啊，我至多心中于祈祷你啦！哎，你以为你这样就能改变时间吗？哎，智多星啊，智多星，这名字真不适合你哎。美梦成真，铁路便当。哇！哎，星爷，星爷，你怎么突然叫得这么大一声啊？哎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还好你没事。时间暂停的时候，你咳得连肝都要咳出来了，这叫我情何以堪啊！好吧，你就去进行你的周期吧，我等你76年。啊，你这次旅行完，你就可以骑你的烂扫把滚蛋啦！76年后，我会再回来的。别哭了，这是我的肝。那这是我的胆，那你呢？哎，我有香皂。我们是肝胆香皂的好朋友。我的胆，让我们痛快快的玩一场吧。哦，路面有点颠簸，不要伤心。不要伤心。在一起真的是太幸福了，明年等我。啊，那人家冥王星的星星王子呢？哦，吓死我了，刚刚只不过跟又黑又深的黑洞小姐要跟 MSN， 她身旁那个电车之汉就拿着一根汤匙追了出来，就连我的天马流星拳都打不赢他。哎，你很弱哎。什么？我哪里弱？你看到我？陪你去看流星雨。要是我打给火星，跟他道个歉的话，那一切就会没事了吧？喂。喂，火星，是我不好，我都只顾着参加自己的自转比赛，忽略你的感受了。
你知道错就好。好吧，那你说我真的不能参加天体吗？那是我好久以来的梦想哎。就跟你说过不准了。可是那是我的梦想。你的梦想都跟我在一起了，那你还有梦想啊？你怎么要我放弃我的梦想？我告诉你，汪火星就是你的梦想。喂，金星，金星，你有没有听到？我说，汪火星就是你的梦想。你是哑巴吗？还是聋子啊？你讲话啊！你讲话啊！喂，你刚刚怎么不讲话？我们分手吧。如果时间可以回到过去，我一定多陪陪我爸的。妈妈，好奇怪哦，刚刚爷爷跟我说他要睡一下，结果就没有再醒来了耶。星星，爷爷现在要开始睡一场很长很长的觉，要乖乖的，不要再吵他了。哦，都是我不好，只忙着工作，以为爸的寿命还很长，就不懂得珍惜。至少你还有我们呢。老木下线，铁路便当。这位蓝蓝绿绿的小兄弟，过去的错误一定让你很懊悔吧？来，吃一个便当，让你的人生重新开始。不用了，谢谢。爸爸，那爷爷他都没有醒来，我的故事结局怎么办啊？好，爸爸讲给你听。我们是要去哪里啊？每次看到小心肝，就会想到那该死的扫把星。自从他捏爆我的胆以后，我都不敢一个人尿尿了。啊？不对啦，星爷，我们到底要去哪里啊？当然是去旅行啊，说不定旅途中还会遇到那该死的扫把星。今天天气很好，我们去看看爸爸。好啊，我永远记得爷爷那个没有讲完的故事。爸不是帮你讲完了吗？嗨，好久不见。你最近过得好吗？
转眼就错过了。各位旅客您好，请收拾好您的行囊与回忆，我们即将启程。我乍看系铁路便当，要不要买一个便当啊？